要带你来看这一项便利的服务，需要领钱却是没有带金融卡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中华邮政 ATM 它是推出了跨行无卡提款的服务，是相当的方便。主要的服务功能呢，就是说在 ATM 的提领现金啊，不需要带这个金融卡，那么直接在手机啊，手机上呢带着手机就可以来做这个在 ATM 上面来提款。今年呢，我们在这个10月12号呢，我们就推出了这个跨行的 ATM 无卡提款。不用卡也能使用 ATM 提款。中华邮政为了持续优化无卡提款的功能，他们是从去年开办 ATM 无卡提款服务之后，今天开始扩展至 ATM 跨行无卡提款。中华邮政是表示 ，ATM 无卡提款的服务方便储户还有银行客户，在没有带金融卡的时候，是可以透过手机取得无卡提款续号，在 ATM 提领现金。只要是已经申办跨行无卡提款服务的银行客户，取得行动银行 APP 无卡提款序号之后，就可以在全台3200多台的中华邮政 ATM 使用便捷的跨行无卡的提款的服务。